讲到这布袋戏戏变布景，伊唔那是一个表演舞台，也是一项传统技艺。来看家己溪口的这中旗阁，邀请影像团队来记录这国宝级的布景彩绘师傅陈明山伊画布景的过程，希望这保留这布景彩绘功夫，甲这项技艺传承落去。画布景的师傅伫板仔顶面抹膏啊，甲画布粘好平安了后，阁爱用钉仔一支一支来固定。师傅讲，布袋戏的布景内底有真侪功夫甲美感爱学，用影像甲记录落来，毋但会当传承，阁会当予想要学的人来学习。传统哦，较袂阁断去。啊，阮布景就是包含足侪物件，哦，你也爱木工啦，吼，爱做白个啦，吼，爱布啦。啊，还要彩虹啦！啊，所以你个食色的方面、配色的方面，伫家己溪口第二个掌中剧团，为布袋戏红仔的生产、戏棚布景的制作、到舞台表演，拢希望会当一步一脚印，豆豆仔来培养人才，甲过程拍做影片，摕来做教材，就是为着要让这个功夫通继续流传落去。其实我们是希望让这个影像的价值不是只有让大家看而已，而是能被用、被使用。被使用的过程就是人家可以看着这支影片，可以重新的去操作这个过程。透过一个影像，吼，用为伊的这个工艺的这个程序，一帧一帧甲记录落来。啊，咱若我都透过这个影像甲记录落来，安尼伊未来都有可能用变作是一个教材。江一哥表示，布袋戏的舞台布景虽然因为时代演变拢无同款，但是师傅的功夫甲精神爱一代搁一代来传承。江一哥讲，影片是上好的传承教材，嘛希望透过影片记录在地珍贵的传统文化工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